等醒了，这个还可以拍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去年五十，12年，1年，2年。那个下方拍。要拍电影了，来拍这边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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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哦，你们还全家还没有拍过吗？在楼下。现在是要喂奶才包嘛，是吧？他喂奶的。哦，这个房间你拍一下好了。对哎，哦，这个没有。就是看台湾人，然后或者是反正可能结婚或什么，反正因为坐月子可能自己也不会弄，自己弄也麻烦，就直接就找月子中心。嗯，哎，如果他在这边平常工作到生孩子的时候，干脆就住这边，对，等小孩都弄好了。然后有些爸爸在开个车就不一定都要陪，就是他反正就回家，回家有时候在那边。对，全美国只有这里才有了，没有地方用的。真的很多啦，现在很多家。只有这里有没有？三藩市的东西。所以他们那些本地的其实也都是，也不是真的就是在这一区，就是说他就是来这边找。有啊，上次有个就是从三藩市过来。对啊。哦，也有三藩市是。那边对，从那边过来的那种。可以走动的，无所谓的，随便你。晒太阳啊，不错，外面你们环境很好，这里对，这条街不错，对，你看你们可以回去了，上开始洗，那是晚了，晚上才洗是。可是晚上吵，然后你们不用钱了。哦，有人看，大妈睡觉知道多好。是。大妈在忙，你放住了。就算你妈管着，他如果吃饱了躺下去，他就会笑。可以把它叫醒。不用。